有你的背包。对，要不要？来来，Thank you。又见，See you later。See you later。叫什么 ？See you again。又见面 ，See you again。See you again。哦 ，See you again。问你的沙发吗？沙发。你的沙发。你的背包。让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的背包是错的，你背上的包。背上的包。驼峰吗？驼峰。什么？你的沙发，你的背包，你的背包，差不多应该背包。背包什么？应该是沙发。哦。嗨，你的相方，你的背包，这是粤语。I don't know。他传递的没毛病，传递的对的，传递的对的。背，背，我是在思索。来，小彤，这个粤语，粤语歌曲。我想你，你的想法，雷的想法，雷的想法就是粤语歌啦，雷的想法，雷的背，雷的背包，雷的沙发，雷当我是富爸爸，五花呀，什么什么，雷猴啊，起坐海边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他这是我平常用的最多。好了，都说完了。两个字。哎，不止吧？雷的法的没有，就你发是对的。人家的也有雷的的，人家说了，雷的说了。那里面有的吗？哎呦，没有。你看看。我呢？我也有吧。还有个杯，还有个杯。杯，我也说了。你说了杯吗？背包。那不太标准。杯。杯啊。那就是四个字。四个字哈。什么呀？小宋，让我看看。真的，你别看，你让小宋给你唱一遍啊。你怀流是大概一流，有你小花露流流，飞个沙丘，飞进我发干，蜻蜓流流是吗？什么歌啊？头发乱了，张学友的。张学友的，我会唱，我还会跳这首歌呢。头发抹油，头发抹油那是兔子，头发抹油。粤语歌《少寒》第一棒，请上两位热心听众，欢迎。请戴上耳机啊，峰哥戴耳机了。哦，好。粤语歌倒也没有，一唱我们也都知道是哪些手哈。他主要知道调，他们几个都能唱出来的。对。好了，请出歌。太简单了。可以了吗？答案。来，传递开始。OK OK， 你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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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，我在，结果，结果，你说得很赤裸，你说得很赤裸 ，OK， 再来 ，OK， 你在，你在，我在，我在 ，OK， No， 你。你在我躲，结果也是得很赤裸。你在我躲，没什么好错摸。没什么错摸。没什么好错摸。没什么好错摸。Yeah，Go。OK， 哇，他好自信啊，好自信啊，而且他好着急，一直想对。累球，累球。累球摸好，累球。婆婆，累球，说说累球，外婆，外公外婆吗？这不是？怎么外婆都出来？说说累球，婆婆，不是，我确定这是广东话吗？粤语歌。是的。妈妈，爸爸妈妈。累球，外婆，累球，妈妈，外婆，累球。
累球，真的很难。其实门一关就忘了说。我只能照猫画虎了。累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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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妈妈，累球，妈妈宝宝，哇，累球，累球，累球，爸爸妈妈。妈妈婆婆，妈妈婆婆，累球累球。你好你好。累球累球，爸爸婆婆，妈妈婆婆，妈妈，妈妈婆婆，妈妈婆婆，爸妈妈婆婆爸，妈妈婆婆爸爸婆婆。累球累球，爸爸摸摸，累球累球，妈妈摸摸，可以，跟我开玩笑呢。这个可以。我觉得吧，我肯定是猜不出来的，中间早就已经撒欢到什么样，肯定不知道了。我还是跟他们一样，吃他们那招，混字儿得了。发挥一下，唱出来。哟，那可够呛了。你这首歌专业性非常强啊？是吗，花？是的。你点头。真的。怎么的？我们这五个人里只有花花不会骗你，因为他特别认真。我给你提示吧，就是在 KTV 女孩唱必点的歌，女孩唱必点的，真的会点。除了那个张惠妹的《海上撒着撒野》，还有一首，就是那种蹦迪的歌。蹦迪的歌，嗯，粤语歌。把根留住吗？你一定要给答案了，五。一二三四四，别这样，朋友，我中意你啊！时间到，两个字，听一下邵涵给你的原唱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说婆婆、妈妈、爸爸。我说你在我多结果，意思真很赤裸。哦，他经常累球累球。这一个风雨高高的夜晚，夸夸闪了两个大雷。啊 ，OK。你去关窗户，关窗的时候又一个闪电把你给劈倒了，给你劈倒了。你醒来变成一个女的，完了饿了，给自己包了顿饺子。点在这儿，腾哥 Q 剧情，我一听就来跳。风雨交加。哇！风雨交加之后呢？去关窗。关窗，还有一声雷。哇！快，小公主苏醒了，变成了一个小公主。哎。Hungry。演得多棒！为什么包饺子还要颠勺？他做的是煎饺。OK， 非常棒。要不我也出一道题，让你跳一下舞，好不好？嗯，干嘛？好，情境表演。有一天你去沙滩，太阳好晒，不行，我死了。一醒来，发觉自己体重重了，在海上面沉到海底，变成了贾宁。怎么办呢？我要努力游上去。发觉有一条鲨鱼在追着自己。是鲨鱼跑啊，回来。别动。